Silent nights recalling you, a souvenir of what it could be. Pieces of my mind are yours. I forgot the parts I'm missing. I pretend that we are okay, like nothing's ever broken. And I pretend that we are dancing, like the nights are never ending. 大家好，现在我在帮大家体验的是 Honda 新款的 NSS300。这台车呢，在之前巡回展示的时候，我有跟大家介绍一下它的一些功能啊跟细项。那这一次呢，我就是针对它的一些骑乘的心得来跟大家分享。那这一次终于有机会预约试乘到这台车。那这台车据业务表示，其实也卖得相当的不错。那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我前面这个风镜啊，真是非常的方便，因为它是可以调整的。你把它放下来，它的那个风切声感觉是很明显。升起来之后，它有很好的滤风效果，它整个风都被挡在这风镜的外面。以我身高172公分而言呢，这个风镜呢，它可以把风挡到我的安全帽上缘这一边，所以我只有安全帽的头顶是有那个风切的噪音。那在我的脸部下巴是打不到风的。如果你是身高165公分的骑士，或是更矮的骑士的话，那这一个风镜可以帮你滤掉所有的风，一定是没有问题的。我觉得对于身高不高的骑士而言，这台车的滤风效果你一定会很满意。那再就是我现在为什么慢慢的骑呢？因为我觉得这台车其实非常适合这样子慢慢的骑乘。一，现在我转速5000转，时速大概就60公里左右。这整台车它的动力回馈的响应，其实你不用太苛求。依我看来啊，它的动力其实不会像光阳的大洋，光阳的几台大洋像是刺激啊、KXCT 啊，都是有一个比较快、比较运动化的动力回馈反应。但是在 NSS300，它其实输出是很温顺的、很柔顺的。那你骑起来怎么讲？就感觉它好像在骑一台150、180cc 的速可达一样，你不会有一个感觉说这好像是一台300cc， 然后很会跑这样子，其实不会。你看，好像我现在做加速，好，慢慢的推，慢慢的推，好，现在推到80了。其实它整个加速的反应就是跟一般速可达差不多，它是一个很柔顺、很线性，然后慢慢把你带向更高速度的设定，它不会有这么有冲击的动力回馈感。就算我现在油门吹到底，它大概就是定到6000转左右，然后开始把你推送上去。所以你说这台车它的特性如何呢？我是觉得这台车的特性其实就是适合通勤代步，加上它有很多舒适性的配备，也有循迹系统，也有 ABS， 还有一个比较高质感的仪表板，加上一个很不错的坐姿。在 NS300 它的脚踏板它是比较低的，我的脚是可以放在上面90度弯曲没问题，然后它的斜板我放上去也是可以很舒服的坐着，也是可以很舒服的有一个不错的姿势在。再就是它的后靠背的设定啊，我非常的喜欢，它的后靠背可以整个靠到我的腰上面，这一点我是觉得相当不错。那我下来做个加速，好，在这段加速里面大概就加到80-90差不多吧。所以你说这台车的动力呢，其实不用太苛求，但是它有很多蛮舒适的配备。然后就它的悬吊，它悬吊的支撑性如果这样慢慢骑它是够的，但是它对碎震的处理也还不错，它不会有太多的碎震传递到屁股上面。我想这个跟椅垫的设定还有它整个悬吊的设定有关系。整体这样骑下来，我觉得在 NSS300 骑起来真的舒适度是它的主要考量，还有它的通勤的便利性也是它的考量重点之一。如果你是以运动大洋，或是说你要买一台
上高架很轻松就会跑到150、160那种的车子，当然这台车它是没有办法满足你，但是如果你是要买一台可以每天骑着它上高架顺顺骑，跟着车流慢慢走通勤去上班的车子，然后又不要这么辛苦不要吹风的话，那在 NS300 可以完全的符合你的需求。它骑起来没有什么脾气也没有什么激情，但是就是相当的好骑，它在过弯的支撑性表现也是可以满足你的日常所需。那它的刹车表现呢也是蛮 Q 弹的，虽然它的力道不会到锐利，但它就是很 Q 弹很好掌握的一个刹车力道。像我现在如果油门到底加速到路口，好，我要做个刹车，它的车头其实不会沉太多的，然后它速度也可以有个相对应的减低，但是它不会像之前骑的那种比较运动型的速可达，它是会一个比较快比较迅速的减速反应的，它就是整台车都是很柔和，不管是动力悬吊还是它的刹车，整台车表现就是一个很柔顺很柔顺的一个调性，非常适合你要上下班骑，或者说你对于重机其实不要求速度，你只要求它舒服好骑的话，那在 NS300 真的是应该是会可以让你喜欢的。好，那这一次 NSS300 的体验就到这边咯，如果对它的一些车辆配备有兴趣的话，可以看我之前的影片，我把它放在右上角了，那我们下次见咯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